亲切？有。有没有认真？有。有没有帅？有。这三点真是非常的幸运，导游真的很重要。那他今天带你来这边是要让各位认识金门的高粱文化。两天旅游当中应该是没有看到高粱，对不对？没有看到啦，因为现在根本没有种高粱，你们现在看到是小麦哦。但高粱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啊？其实哦，我们这个在后面的板子应该就可以看得到，长得就是那样。然后是我们金门非常重要的产业哦。那我们这个单位其实还蛮特殊的，全金门只有一间而已，因为金门酒厂只有几间呢？一间，对不对？新酒厂，你们下飞机没有看到？我们在民国79年是有酒厂辅导成立的，他们生产高粱酒，辅导我们除了酒以外的高粱制品，都是健康，都是养生的哦。所以像各位好朋友，你们前面看到的高粱醋、高粱酵素，我跟你们说，这是我们中心销量最好的酒后面膜，我待会都让你们来直接摸摸看，小朋友也可以摸。那红曲我们都知道是固形心血管的，对不对？甚至哦，连肥皂都可以用高粱做出来。那我接下来就简单做个介绍 ，OK 吗 ？OK 哈、哦，介绍之前我先跟你们说明一下，洗手间在左后方，你们都可以自由进出来。对不对？弟弟啦，上完厕所之后，别忘了用一下酵素香皂去洗洗看。它最主要哦，是用高粱梗研磨发酵而成的，也就是说，整块香皂里面完全没有含化学皂碱。如果你们家里面哦，真的有那种异位性皮肤炎、敏感性肌肤，还是荨麻疹的，酵素香皂去洗，它是可以改善的哦。有些人洗完澡会一直抓，对不对？这称之为叫做冬季痒，又称之为叫做干痒症。酵素是可以改善的，丢那些听起来就胖呀，林大姐你谁夸吗？保证各位一定会喜欢的哦。那请问各位小林的好朋友，你们平常有没有喝醋的习惯？有吗？没有啊，换个方式问好了，平常有没有吃醋的习惯啊？都会伤心啊，喝醋会让身体更健康，对不对？记得你来到金门口啊，亲爱姐，我就先请服务人员把最好的高粱醋准备好了，直接让各位来后都可来去做续杯的动作哦。那麻烦各位小林的好朋友配合我一件事情，待会喝完杯子不要丢，像旁边都有空的椅子，对不对？你边要修旧空间，因为我最后请你们吃高粱酵素，帮各位健胃整肠，体内环保一下。那因为吃酵素要配水啦，所以杯子务必要帮我保留到最后 ，OK 吗 ？OK 吗？好，为什么中心鼓励大家喝醋？是因为醋对身体的保养很好。你会看哦，常常都在喝醋的人，他气色真的会比较好。女明星都会喝醋的原因，是因为醋。它会帮助我们说的这个促进新陈代谢、养颜美容。这还有为什么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会鼓励他们喝醋啊？因为醋是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哦，因为它会帮助钙质吸收，让你可以软化筋骨，对于骨头的保养真的是很好。那当然除此之外，有两种人我真的蛮鼓励喝醋的。第一种，各位有没有听过酸性体质？有听过吗？有哈，就感觉会说你起来南瓜是人参的不？可是醋到了体内会变成什么性啊？碱性。碱性，哎呦，那集团管理的礼拜哟，醋是非常好的碱性食品，你就通过那个酸碱中和的方式，把体质调整好，自然抵抗力、免疫力比较好，真的比较不容易会感冒。而且现代人是肉吃的比较多，体质偏酸，我鼓励大家多喝醋。重点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像我们现在在喝醋的同时。醋会帮助身体降三高，哎，你们知道有哪三高啊？血糖高、血糖高，再来嘞，血压高很好，血脂肪高，有听过吧？再来有没有听过尿酸高？有身关系，难怪叫做啥？天红，对不？通通的人叫他喝醋哦。我们很多客人给我们反馈，他透过喝醋。他痛风发生的比例真的慢慢的降低了，所以各位可以看，其实喝醋对身体的保养真的是很好，好处说都说不尽的哈。那我们中心开发了两种口味，我都让大家来品尝看看。首先我们刚喝的是苹果口味的，第一关会有加水稀释，比例是1:10，口感可以接受吗？可以哦，当然浓淡你们可以自己做调整。所以你喜欢酸一点，你水就不要加那么多。可是说我看我盖一下身，还是要泡给小朋友喝的，有没有？你就稀释到15倍没关系，让它当成饮料，当成水来喝。其实现在叫做后疫情时代，自身的抵抗力以及免疫力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喝醋正好是可以帮助，重点是什么？健康。哦，好，那如果有像现场有年轻的好朋友啦，有人是叫我赶快喜欢喝那个气泡水的，有没有？
请把甲虾去边那个气泡处理，口感非常棒哦。我也跟大家做个分享。那我说到这边的同时，你们第一杯应该喝得差不多了吧？来，不要凶传姐，我要准备第二个口味，让你们来品尝看看哦。而且这个口味各位在台湾绝对没有办法喝到，它叫做高粱养生醋，也就是原味的高粱醋哦。那像你们这种经过200天纯天然的酿造醋，各位一定要喝看看它的原汁，也就是没有加水稀释过的。杯子准备一下，我现场直接让大家做体验。我喊一下哦，吼，纯酿醋是可以喝原汁的，可是你们在大卖场买到的工业醋、料理醋，可以像现场直接喝吗？不行哦，为什么？你们有人去闻过吗？酸不酸？非常刺鼻的味道，对不对？因为它里面放的是化学冰醋酸，那种醋你直接喝是会伤害食道的黏膜细胞，你直接喝不行的，比较适合拿来做料理。可是来各位，在纯酿醋里比改品化来，你们觉得像是什么味道？有没有点像是那种梅子发酵的气味，对吧？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加梅子哦，纯粹是我们在发酵的时候，我们加蜂蜜进去。发酵出来就是梅酿的香气，为了刚刚清楚一种超土味、超神秘一种尴尬了，有没有？它这是纯酿醋的味道，闻起来不好闻，但喝起来应该蛮好喝的吧？没办法，一定开始金刚金胖，请就坐在那边的工厂，好像比第一杯来的更好喝哎。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喝，来各位，你们可以选择在三餐饭后。这种原汁就喝个10到15cc， 它会帮助消化哦。杯子有量度，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是多少的量啦。当然，这种原醋你不只可以直接拿来喝，不只可以加水稀释，你们还可以拿来做成那个凉拌沙拉。有没有听过油醋酱？你看过吗？日式和风酱那种，就你管靠背变小心太管哦。不过你透过这种元素自己来 DIY， 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也跟你们做个分享，你有兴趣可以稍微笔记一下。511这个非常简单的比例，然后怎么做？你用5汤匙的高粱醋，1汤匙的橄榄油，植物油一种都会晒，1汤匙的薄盐酱油，你都去三号米家的街坊，他们做会做成凉拌沙拉，它真的超赞超好吃的，而且这是欧洲地中海地区他们一个最常做的民族常常都在使用的方式哦。我们这团好朋友有没有人听过地中海饮食法？有听过吗？哎，不错哦，他在讲是料理的方式。像我们台湾是不是用高温热炒，对不对？基本上破坏食物原本的特性。那你可以来做改变，你不用像欧洲他们每天吃啦，你就一个礼拜吃个2-3次嘛。哎，我们就把你要吃的食材，你用热水穿烫一下，油醋酱来凉拌，你是把食物的原味跟养分保留下来哦。重点，醋里面的柠檬酸是会软化血管壁，说不通吃醋可以预防三高，就是这样，它又让你越吃越长寿，同时身材会保持得很苗条。我鼓励大家凉拌沙拉，所以各位记得杯子不要丢哦。最后，如果你要喝苹果醋的原汁，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前来品尝看看，我就不耽误各位宝贵的旅游时间，你有兴趣自己来喝 ，OK 吗？OK， 因为现场提供给你们都是浓缩的，像这种玻璃瓶600cc 的，我们现场是450元。感谢各位来金门旅游，你这袋商品口味任你选都没关系，我们会用产地的优惠价1200块提供给大家，现场商品的优惠价是1200。可是各位，你们是难得来金门旅游，对不对？下次来金门一定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因为国境都开放了啦。如果喝了觉得蛮喜欢的，其实蛮鼓励大家可以参考这种家庭套的包装。我们这叫做臭烫，然后这一桶是4000cc， 可是它重达5公斤哦。纯酿醋的比重稍微比较重一点点啦。不过你们看到这种醋，一定会想到一件事情：醋是酸的，为什么放在这种瓶子里面，对不对？你们就要看起来很眼熟，你们在生活中哪里可以看得到？像这种桶子，厕所的清洁剂吗？对，他说的是正确，他没有别的答案。像你们在喝的鲜奶啦、优酪乳有没有？你们觉得很熟，都是用这种瓶子来装，它是叫做高密度聚乙烯，也就是俗称的2号瓶哦，能够耐强酸、耐强碱。所以当时我们醋放在里面，我们也都经过5年的安定测试，它真的没有塑化剂吃醋，我才敢安心给各位做使用的，各位是可以放心啦。所以你们觉得纯酿醋有没有保存期限呢？好像有上面明明就有写，对不对？可是我跟你们说，纯酿醋就跟高粱酒一样，完全没有保存期限，也就是放越久它会
越纯越香越好喝啦，哦，所以像你平常怎么保存，我们就把台州放在家里的阴凉处，你不用管它，它可以长期存放，甚至你放了五年十年，它变成那个陈年老醋，有没有？对身体其实是更好的，各位完全不用担心喝不完，所以我是鼓励大家把大桶的醋带回去，因为大桶一定比较便宜，比较划算一些些啦，哦，这桶是4000cc，大概是玻璃瓶将近7瓶的量哦。7×450，照理说应该是3000多元，对不对？来，唔免你庆祝，那是你订了多少趟诶？我们需要优惠价2500块提供给你们，而且现场订大桶的，我们再多赠送2瓶玻璃瓶，也就是这个900块礼盒，我现场要都赠送给大家。我们有用意哦，希望大桶你放在家里自己喝，小瓶不是礼盒啦，你可以送给最好的家人以及好朋友，所以加起来是几瓶？将近9瓶的量。2500块，换算下来一瓶大概变成280元左右。你看价差出来了，大桶的瓶关键就在这里。重点是什么？这么大桶带得回台湾吗？应该是带不回去。这个公鸡盖的光马星就倒霉。所以如果真有兴趣的，我不帮各位送机场，我直接帮你们免运费，直接寄到台湾。阿明赛哦，爱运费我们出。你只要留下联络资讯，选择你喜欢的口味，包括赠送2瓶，口味任你选都没关系，一起帮各位寄到台湾。而且你可以先付500块的定金，剩下的2000块货到付款就好了。我是鼓励大家把醋寄回去。第一个，醋没有保存期限，没有啊，随便你放。而且喝醋它是一个很棒的观念，像你像欧洲来凉拌沙啊，或是泡完之后是全家大小都可以喝，对身体的保养真的很好。重点是我们刚喝的第二个口味原味的养生醋，有没有？你在台湾真的完全找不到，它只有金门才有，只有这边才有，是我们的独家啦，哦，所以最后你真的有兴趣的，你可以再来喝喝看苹果醋的原汁，选择你喜欢的口味，一起寄到台湾 ，OK 吗？好，很好，我们是做初期家的，所以我花更多时间跟你们做个分享。可是你知道吗？其实高粱在生活上的应用非常多，所以接下来要让你们体验的是我们中心销量最好的酒后面膜，它有3种功效：美白、淡斑，还可以保湿。重点是它淡斑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原料是从高粱酒的酒糟里面提炼出来的。各位有没有听过 Pitera？不太对吧？这美女可能就常常听到 SK2 一直强调的 Pitera， 其实叫做曲酸，淡斑效果是非常好的。然后它从酒糟里面提炼出来的，所以网友称这个面膜叫做平价版的 SK2。这网友用的不是我自己用的，重点是因为它叫做晚安冻膜，也就是这个面膜你用完要不要洗掉？不用洗掉啦，各位都借给我一只手，我现场直接让你们体验看看哦。说再多，你自己体验最清楚。杯子先放在旁边的椅子，待会吃酵素才用到。你先像我一样均匀，啊，我都爆料，要待在谁聊？很美的哦，你可以直接去睡觉。晚上是黄金美容保养时间，美白跟淡斑它都在晚上的时候完成。而且你只要持续使用这个酒后面膜1到2个月的时间哦，各位真的会很明显感受到它美白跟淡斑的变化。我们先聊一个哦，因为这一整瓶里面满满都是 Pitera， 淡斑效果十足。那抹完之后呢，各位可以跟我一样做一件事情哦，来轻轻的拍一拍。你听听，改大大姐，这个轻拍的用意是要加速面膜的吸收。所以如果你抹在脸上，我每次轻拍就好了。各位发现一件事情，有没有在我讲话的过程当中，面膜应该吸收的差不多了吧？有没有？它的分子小，吸收速度很快，有块是不会亮亮就轻一位。所以这个面膜也深受男性朋友喜欢的。哎，咱查甫人冬天到了，查甫人嘛是做保养，但是我相信男生最怕脸上会黏黏的，对不对？这面膜用起来很清爽，完全不黏腻。那你抹完之后，你就两只手给它比较一下，有抹那滴，它无抹那滴，有差不？有吧？何况你长期用，美白跟淡斑的效果更加明显。然后来最后做一件事情，你改个瓶况满姐，无喷哦，无哈。这个香味不是香精，我们放的是天然的薰衣草精油，味道闻起来是非常温和。虽然它叫做酒铺面膜，可是把酒精成分已经完全抽掉了，所以女生啊、男生啊，甚至像现场的小朋友，通通都可以做使用。也因为它的平价好用，像我这种真的我们基本就非常的畅销哎。所以你们知道吗？我们真的完全没有打广告，光靠你们团体来跟打电话的回流客有没有？因为台湾没有，这一整瓶在金门一年卖到40万瓶。
没有功效不可能这么热卖哦，而且实在太便宜了，网友就不止抹在脸上当面膜，像我刚刚不是当做护手霜的呗？你有富贵手的可以抹，甚至连男生的脚后跟干裂也可以拿来抹，全身都可以拿来抹，那实在是太便宜了。为什么便宜？我们有九彩的资源，进货九招的成本便宜，我才能优惠的价格提供给大家。这一瓶单瓶它就是90ml到底的那种，现场一瓶620元。可是如果你一次带两瓶，我们会用场地的优惠价1000块钱提供给大家，现场两瓶1000，就等于这一瓶是500块，对不对？我的经验是这样哦，你一瓶一个人用，天天用，我大概用5-6个月的时间，我才把它用完，说 CP 值是非常高的。现在不是冬天吗？像我们自己啊，老公老婆啊，脸手脚都会比较干，对不对？你们真的可以多带几瓶回去，因为我们流量很大的关系，像我提供给你们这瓶面膜，它是上个月1月4号刚生产完成，你就是雄心的，啊，你要家己做使用，还是要送人当伴手礼，有没有？它都可以放到3年的时间，平价版的 SK2， 重点是咱做出家己外盖的了了。不会吧，很舒服，对不对？也就是我自己为什么会喜欢推荐给大家的原因，值得大家多带几瓶回去，你们一定会喜欢的哦。那我接下来跟你们讲一下这个哦，年龄越来越大的程度，心血管的保养是越来越重要，因为心血管问题是越来越年轻化哦。那红曲最近是真的蛮有名的，红曲单一叫做同惠柔降三高的，里面最主要有个成分莫兰科林 K 是在抑制三高的生成。来，各位，我们应该都有听过胆固醇吧？血脂肪、三酸甘油脂。如果你血糖比较高的，吃红曲还可以平衡血糖。所以家里面如果有三高的朋友，你真的不要错过红曲啦。那你说我没有三高，可不可以吃红曲做保养呢？可以吗？可以啊，因为预防是胜于治疗，你提早在保养你的心血管，就是在延缓你血管的糖化。那我们在座的好朋友，有没有人有吃过红曲啊？有，不错，提早保养概念真的很好。那没有吃过，应该有看过红曲的广告吧？像去年有一支广告很有名，名士的，有没有人知道呢？有人知道吗？娘家，平常电视没有少看。没有开玩笑的啦，其实我们是感谢娘家哦。以前我们真的是醋卖的最好，因为醋不是可以降三高嘛。可是自从那个红曲广告一打之后，国人心血管的保养意识提高，变相红曲是越卖越好。你有吃过红曲的朋友就知道，娘家大红曲贵不贵？你知道吗？平均一颗哦，在屈臣氏卖86块钱。为什么它会那么贵？最主要它是打了很多的广告，对不对？都加注在我们消费者身上，所以有很多人跑去吃别的牌子啊，像台糖、台盐，对不对？平均一颗大概是在20元左右。啊，我来个金门的门花豆，啊，你金门金门的红曲，我想你还小。最主要我们是有酒厂的资源，这是从高粱里面提炼出来的，而我们这个一瓶不是娘家大红曲的30颗，也不是60颗，这一本瓶里面就有90颗了，现场是1350元，而现场是一个组合价，两瓶优惠价2500块，加上我们现在配合新春在做促销，你们真的来对时候了，你现场买两瓶，我们直接再多赠送一瓶，所以现场二送一哦，换算下来一颗就不到10块钱，大概剩下9.2块而已。重点是这个里面只有一种成分，叫做红曲粉末。你们可以传下去稍微来看一下眼见为凭哈。我们有在吃日本纳豆红曲的，他们自己来到金门之后，是自己变成我们的回流客哦。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这个红曲有政府补助的关系，跟市场上来比便宜非常多，而且数据会讲话，数据不会骗人呐、啊。这个一瓶你认真吃，因为它是90颗嘛，吃完就是3个月的时间，你给自己的心血管，另外给你的心肺节给空个机会，你就吃完一瓶去做抽血检查，我可以跟你保证，指数一定会明显的下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单个胶囊跟娘家大红曲一样，它都是500毫克的，对于指数控制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来各位，如果你本身就有在吃红曲保养心血管，或是你现在开始吃红曲了，什么时候吃效果最好？早上或晚上？什么时候吃呢？你什么时候吃？晚上。正确答案，不会只有在吃红曲哦。红曲是一整天都可以吃，可是效果最好在晚上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人体来说，各位仔细听哦，你那个胆固醇啊，合成速度最快的时间是晚上的7点到晚上的11点。那红曲是在抑制三高的生成，对不对？所以你平常做保养，也就是你没有三高，你就睡前吃一颗就可以了。
呢，它可以有效抑制60%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可是你说，比如说长期都是外食族，或是胆固醇、血糖、血压某一个稍微高一点，我就建议一次吃两颗红曲，赶快把指数把它降下来就好了。因为像我们都知道哦，心血管的问题一旦发生了，有办法收拾吗？没有办法，对不对？像前阵子低温常常听到的心肌梗塞或是中风，所以平常把心血管保养好是现代人的课题。你用保养的观念来想，其实这三瓶红曲是非常值得大家参考。因为现场是两瓶送一瓶，加起来是几颗？哎，270颗哎，你可以保养都9个月的时间，一颗不到10块钱的红曲，重点是它真的有效。最近因为便宜的关系，连在地的金门人他们都会来买哦，所以你们可以把握难得来金门的机会，你就带回去照顾自己以及家人心血管的健康。希望他听完今天没有外北部讲，他们感受很明显，我才敢这么大声的跟你们做推荐，便宜又有效的心血管保健品提供给大家。好，那我最后请你们吃个笑思维准备这个结束了。最主要考量的是什么？各位来到金门已经2天啦，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是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哎，有没有人还没有上厕所，为我们金门这块土地做出一点贡献呢？如果刚好没有上厕所的朋友，不用客气，带发酵素记得跟我多拿一颗。那我先跟你们做保证了，吃金门的高粱酵素绝对不会拉肚子，甚至你早上吃完早餐，都肚子会胀气，有没有？待会一定要跟我多拿一颗，因为酵素它是在健胃整肠，调整整个肠道的环境。你是那种习惯性便秘，很容易上厕所上不出来，肠燥症、胃胀气、胃食道逆流，通通都可以吃酵素做改善。那因为我们酵素呢，是从高粱的胚芽把它萃取出来的。高粱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对于肠道的保健是非常好的哦。没办法，帮我抽一下哈。对肠道保健是非常好的，所以哦，酵素是随时都可以吃，任何人都可以吃，包括现场的小朋友、孕妇，通通都可以吃。可是如果你要吃，就像你们对于保健食品的观念一样，早上的时候空腹吃效果最好。所以你平常做保养的时候，2-3天吃一颗，酵素是可以清除你体内的宿便，维持肠道健康。可是如果你是那种，我其实现在正在发生了肠燥症或是胃食道逆流等等的，酵素就麻烦你早上空腹吃2颗，持续吃1个月，把肠道的环境调整好之后，再到平常保养就可以了。我相信各位外宾朋友们应该有听过一句话，肠胃好人就不老，不对，想要永葆青春美丽，请把肠道照顾健康。那我们酵素最主要是有2种包装，我也介绍给大家。这个30粒的，我们现场是650元。如果你一次带2盒，也就是有2个月的酵素，我用优惠价1200块提供给大家。安利请等各位大手，还有各位，你们是难得来金门，如果你要参考金门的高粱酵素，我建议你选择黄色家庭套包装，这个优惠是比较多，因为这一瓶正好就是这样子的2个月，价格是1200块，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大量瓶，也就是有4个月的酵素，我们用优惠价2000元提供给你们，而且现场再多赠送30粒，所以加起来是150粒哦，换算下来应该就更加的划算。如果你们家里有人是长期外食族的，你酵素真的可以给他备一下，因为它不是药，没有成绩，没有副作用，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哦。所以我最后要准备做的结束了，我们这2天你排便顺利，排便正常，待会都一定放心的给我们拿一颗酵素，调整肠道也好哦。那如果刚好没有上厕所的朋友，记得不要客气，多拿一颗啦哈。啊，如果你真的不好意思说，用笔的我也会了解，你就偷偷笔的也，我就提供2颗酵素给大家。所以最后当一点点时间，我先发酵素给大家，再帮各位倒杯水。当然，如果各位对台面上的产品有任何兴趣，我就请服务人员简单帮各位做个服务。当然，如果你有订大屏出的朋友有没有，所有东西我都可以一起帮各位寄到台湾，你通通都不用自己提。也祝福各位好朋友们来到金门旅途愉快，同时把健康跟快乐一起带回。